件，师傅说，一九七全村人为台长次数，请师傅这梦怎么解？什么叫一九七啊？再讲一遍。对，同修梦一九七，台长说全村人为我次数。嗯，为我次数啊？啊，就是为师傅次数。啊，一九七啊，一九七，你要记住，实际上师父这些意思就是让你们赶快吃素。嗯，听得懂吗？因为等到以后天时太紧的话，万一有什么，这个世界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，你看看这些禽流感呐、疯牛症呐，像这种病都是动物身上出来的。如果大家不吃素的话，以后这种危险就会存在在你们身边。听不懂啊？在2020年，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大气层的磁场影响，心脏病人会很多，肾功能衰退很厉害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今年特别累，爬也爬不起来，睡也睡不好啊。所以今年师父就特别问菩萨要吃什么，菩萨说黄瓜、西红柿还有菠菜啊，再加个菠菜啊。记住了，如果很多人整天在家昏昏沉沉，很多人血液方面不是太好的话，血压高啊，或者其他啊，脑子觉得不管用啊，头痛啊，多吃点卵磷脂和钙片。这样